我是影评人雀雀，《虚拟天后》是一部文学版、哲学版、女性版的《骇客任务》，没有为理想战斗，只有为生命拼搏。《虚拟天后》结合真人实境与动画桥段，是一部展现强烈创作企图心的反乌托邦科幻类型片。整个被科技化、虚拟化、动画化的电影公司里面呢，它其实有在贩卖一样的商品，就是说随意的购买你自己想要的身份，你想当谁你决定看到什么啊，都是可以靠药物来控制的。由纸牌屋罗平莱特主演，虚拟天后反思感官至上的虚拟世界，人需要回归人性温暖。爱是一切的答案，不论你的生命是在有没有在同一个时空里面，但是你们会因为爱互相而去做的那个咨询的动作。异想世界本周带你来看辩证感官与人性的虚拟天后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